海经本科注卷中第十一面，卷中第十一面，请看经文：地藏白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等，如是啊，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地狱。地狱的名称太多了，有什么原因我们能想象得到啊？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明了啊，地狱的业因果报。经典上讲的果报，我们要了解它的业因。说业因呢，我们明白他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这个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呢假设这些事情啊，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呢，那就完全错了了，与事实真相呢就相违背了。所以我们总得要记住佛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原理啊，这根本的道理，这个根本道理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说的根本的道理啊。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境界啊，所有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说不是真实的？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的？虽不真实，你要是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觉悟之后啊，这些受啊都没有了啊，他真的明白过来了。无论是业因果报啊，有没有？有业因果报还是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没有了啊。这个佛家讲啊，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烦恼的相没有，不是烦恼的业没有，是烦恼的受没有了，你观空了。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啊，那是高度的智慧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个就是用高度的智慧啊，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有没有呢？五蕴就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有没有呢？有啊，虽有，有就是空啊，所以经上讲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有啊，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这相有体无啊，
这个受用有啊，情执不生，这个就得大自在了。啊，不是没有受用，有受用，有受用就是说，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的受用就自在了。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在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啊，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再不造业啊，所以踏进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德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啊，其他都是虚妄，不值得计较啊，啊，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啊，依旧计较，那你造的是轮回业，所以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六道三途种种你还得要受啊，这个东西受起来没完没了啊，但人何必做这些傻事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下面地藏菩萨又给我们说了22种地狱啊，请看经文，更有叫唤地狱啊，这个叫唤是受苦到极处啊，嚎叫不停啊，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铜俗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锯齿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物地狱、铁物地狱、火狼地狱。这个地藏菩萨是随便说一说的，都是就22种啊。啊，叫唤地狱，《长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八月大地狱，第四、第五都叫叫唤地狱。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业因堕这个地狱呢？嗔恚、邪恶，存这样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堕这个地狱啊。又说，因为邪恶的习气很重，遇到一点点语言呢，他都起信心啊，也就是稍稍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发作了啊，造作种种恶行呢，
这都大交换地狱啊，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都是造口业啊。口业有四种啊：妄语、恶口、念舌、绮语。造这种口业，就堕拔舌地狱、粪尿地狱。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提到这个地狱，他很感慨地说，他年轻的时候侠义，行侠仗义啊，什么都不在乎，堕地狱也无所谓。结果以后一看到有粪尿地狱，这个不行，这个受不了啊！这个粪尿不是像水跟火一样煮开了的呀，让你在里头受啊！他这个太难受了，他是那个刀山剑树都不在乎啊！他看到这个地狱害怕了。铜锁地狱，在《观佛三昧经》里面也叫做黑神地狱。这个青年法师注解里面讲啊，说得很清楚啊，堕在这个地狱，一日一夜。经历的苦楚啊，不可胜计。这个业因是由于愚痴的众生，这个众生包括佛弟子，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呀。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呢，这个意思搞错了啊！所谓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犯戒呢，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这个地狱。火象地狱，这是经上讲的啊，这是大象啊。地狱里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现实变现啊，而这个象呢，满身都是火。象如果发狂啊，疯狂攻击人的时候，他的力量大了，没有法子抵御啊。所以象在疯狂的时候那杀人了啊，经常说这是什么样的业因呢？人在世间喜欢呢饮酒作乐，每一次都喝得大醉，醉了就乱性啊，造作杀盗淫妄，能害众生呢，死了之后堕这个地狱。啊，火狗地狱，后面讲的火马和牛，这个情形呢都非常相似。
业因不同。这个经里面说，这是世间一类养蚕竹简，养蚕竹简呢，杀害的生命众多啊！所以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这才不舍众生肉啊！不忍心吃众生肉，那么穿衣服也是如此。如果你穿的是皮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穿的是众生的皮。无心何忍呢？夏天穿着丝绸，丝绸是蚕吐的丝啊，你这一件衣服啊，多少蚕丧生呢？你才穿这件衣服啊。所以佛家四众弟子出家在家不忍心呢，布衣足以可以保暖，为什么要用丝绸？为什么要用皮毛？佛教化众生，通情达理，不是不讲道理的。体质衰弱的人，非常怕冷的人，非穿毛皮布不暖的，有开元，这个可以穿。那么经戒经里面多半说的是，一个是生病，体质很衰弱，另外是年老，抵抗力衰弱了，70岁以上，抵抗力衰弱，可以有开元，可以穿这个皮衣服，我们身体很健康很强壮，有这个抵抗力，穿着这些衣服跟湿肉没有两样啊！平常造这些业因都觉得这个很平常嘛，都没有在意，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啊？不读经不知道啊，读了经的时候这才晓得啊，河马河牛与这个也是同类的啊，这个是全身呢都是火啊，受这些火受的煎熬啊，受他们的攻击，人在这个里面呢，你被狗咬啊，被马蹄，被牛锄啊，全身都是火啊，第九火山，第十火石啊，这个在启示经里面叫做众祸地狱，前面我们看到架山跟这个意思相同啊，第十页了，火床地狱跟前面讲的铁床是同样的啊，这个都是淫逸的果报，邪淫的果报
第十二火梁地狱，啊，这个梁啊就是铁梁铁柱，啊，让人呢抱在这个上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铁柱啊所炮烙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火阴地狱跟前面讲的铁阴地狱相同，啊，这个铁的老鹰，那嘴呀非常锋利，专门钳取罪人的眼睛，啊，那么这也是满身都是火。人生在这个世界寿命很短促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啊，你这么想你就错了啊，起心动念都感果报啊，何况言语行为的造作。第十四，巨牙地狱，啊，我这也是恶口感得的果报，拔舌巨牙，啊，都是口业的罪报啊。第十五，剥皮地狱，啊，那么也有经典里面说这个地狱叫大卷，皮剥下来卷起来啊。那么这个业因多半是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夺众生的命，感受这个果报。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古德常常劝人呐，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常常想这个话，我不想受的，决定不能够加诸于众生。啊，不但是对人，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啊，这些动物跟人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他的业障重啊，堕畜生身。我们比他好一点呢，的人生呢，我们要造作极重的罪业，将来也变畜生身了。畜生跟人有什么两样？人爱惜自己生命，畜生也爱惜自己生命。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心的，那个畜生一样啊，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呢？啊，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起恶心，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可是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恶习气
很重啊，自己没法子控制，再加上外面的物源时时刻刻在引诱你，外面引诱，内有烦恼，怎么会不造业？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啊，什么是慧呢？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啊！境界现起，心地清净，如如不动啊，这是定功啊！你有定功，你有智慧，你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啊，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个相当困难事情啊，一定把念头转过来，极力修善，就注意力转移，这个容易啊，一心一意想往善道，成就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常常去思维诸佛菩萨他们是怎么做法的，人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了啊，发心学佛了都有悲愿，要广度众生，这个愿好啊，建道场，树发床，度众生，好事业。可是这种事业一定要内外因缘成熟，如果缘不成熟，自己从事这个事业要有一丝好勉强，这就错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假使供养恒沙圣，不如金银求真觉。这一句话是度众生的语言没有成熟啊，我们先要自度啊，语言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诸佛如来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建道场、树法场，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个难得。十方诸佛如来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智慧？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悲愿？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神通能力呢？都有啊，每一尊佛都平等啊，佛佛道同啊。那么为什么一切诸佛他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不亚于阿弥陀佛，不比他差了，不比他逊色。我们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不见，阿弥陀佛已经见了，所有众生通通去亲近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的。每一尊佛都搞一个极乐世界，大家打架了。彼此要斗争了，一定是自赞毁他，就出现这些毛病了。道场只有一个，净虚空变化界只有一个道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弟子劝导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有人做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了。佛示现给我们看了，我们在这个里头要能够体会。在中国古代，大小道场遍离在社会，普遍建立，什么原因呢？交通不发达，修学不方便，为了利益这一方的众生，在这一方建立一个道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要普遍建道场，才能广度众生。今天需不需要呢？不需要。所以前些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普老，我跟他就谈到，现代建道场全世界只要建一个，我向他老人家建议，中国佛教大小乘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不要搞很多了，人力财力物力统统集中，建一个道场，就能度全世界的众生。今天环球旅行也不过两天了，想学净土的到净土道场来修学，想学禅宗的就禅宗道场去修学，所有全世界的禅宗大德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你亲近太方便了，不像过去很不方便，尤其现在讲到弘法利生，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电脑网络，现场就播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能够接受得到。诸位想想，你要建立那么多道场干什么呢？劳民伤财啊！为什么不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用？你想当领袖行，我们就拥护你做领袖，哪个当领袖都一样嘛。我们全部都顶礼，都拥护你，请你来领导，这个做领袖的人牺牲奉献，他很辛苦啊，我们帮助的人很轻松啊，没有责任感啊，全心全力在旁边协助，所以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讲像地球村地球是一个村一个村一个道场就够了，两个道场就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晓得现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弘法利生的工作要怎样去做啊？如果我们人力真的能集中啊，譬如我们这是净土宗，净土宗的学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每一天大家在一块探讨经教，切磋诸谋，认真修学，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境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利用科技把这个教学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你看看这一个世界一个道场够了，人力分散了，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到了啊，需要人力，需要财力，需要物力，集中就好办了，学己为人呐、啊，没有自己，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度啊！起心动念自己，起心动念我的道场，起心动念我的地区，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执着这个六道是我的。执着阿鼻地狱是我的，你怎么会不堕地狱啊？什么叫执着阿鼻地狱呢？执着贪嗔痴慢就是阿鼻地狱啊，你要造作罪业嘛什么人能够往生呢？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才能脱离啊。向往净土，决定得生净土，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读地藏经，了解三途六道的苦处啊，了解起心动念造作恶业他所受的果报啊，这个果报经上讲的每一个地狱那个时间都是无数劫，我们造的时候很容易啊，很短的时间，将来果报时间可长了。我劝导大家，句句是真实话啊！我跟你讲，念佛堂念一天佛，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里面理很深很深啊！要把这些道理事项说清楚。一两年也没办法讲完了。佛在经上常讲啊，即使诸佛如来共同来说，说上一节都说不完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啊！你看居士林每一天在做义工啊，在扫地擦桌子那些老太婆，他们的福德举世之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我们自以为是，还瞧不起他，轻视他，人家那是菩萨了，是佛啊！你们要不相信，你们在传记里面读到的啊，过去
顾清寺的风干、寒山拾得，谁瞧得起他？穿得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啊，做最粗重的生活。风干是对方冲你的，倒啰嗦的。寒山拾得是厨房出点烧火的，啊，劈柴烧火的。谁知道呢？风干是阿弥陀佛在来，寒山拾得是文殊，拾得是普贤，文殊普贤在来的。你别看这些做这些粗活的，有很多佛菩萨化身在里头啊，你怎么会知道啊？肉眼凡夫啊。轻视他，瞧不起你，在造罪业。啊，你在等几时看他们往生瑞相稀有？我在讲台上讲不是假话。啊，这个念佛堂开了之后，决定是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不生病，欲知时知。啊，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人家真的是佛菩萨，啊，我们稍稍有一点小福报，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把《地藏经》翻开，哪一种罪业没造？现在还继续不断在造，啊，还不晓得改过，还不晓得回头。念佛堂念一天佛，觉得累得不得了了，那是业障现前了。啊，念佛堂正是给你消业障的。啊，头几天业障现前，你要是能够忍耐，能够勇猛精进，业障就消佛了。念上个三个月半年，业障就消了。你就得清凉自在，身心安稳呐，法喜充满。我们念佛堂开还没几天呢，有没有见到法喜充满的呢？有啊，还不少了。哪些人呢？都是一些老太婆，他们法喜充满。还遇到李牧云居士，就问他什么时候再办呢？李牧云一个礼拜办一次。哎呀，太久了，太久了。啊，所以你就想想，这是什么道场？啊，不是人建立的，佛菩萨建立的。我们要此地在这里鞠躬，我们建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把佛菩萨的功德自己去冒领，那还得了啊？啊，我们只不过是给佛菩萨做小功而已，啊，跑腿办事而已，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个身份。啊，我们才真正得到佛菩萨加持，啊，得到护法龙天的拥护啊！而拥护是护道场啊，是护这些念佛的人呢，啊，我们沾一点光而已啊。你要是护我们，那你就完全错。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呀？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所以道场建立是一方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我们是很幸运，信奉其慧呀，沾一点光。啊，句句都是真话。
十六啊，隐学地狱。这个夜莺是偷盗邪行，或者是在寺院道场的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附近造作恶业，这个里面也包含妄语。这是十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叫隐学地狱。这个学不好隐呐，肮脏臭秽呀，是血河啊，人堕落在这个里头。第十七、十八，烧手烧脚。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八热地狱之中的。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夜莺呢，是在人间的时候宰杀畜生。你吃众生肉的时候，你用刀断他的手，断他的足。再把它放在锅里面去烧煮，在外国人讲烧烤，将来到地狱也被地狱鬼族烧烤。第十九啊，倒刺地狱，那么这是倒刺啊，夜莺多半是背叛，背叛是这个不顺呢，会遭受啊这个地狱。这个里面的夜莺非常之广，背逆父母，背逆师长。所以是背师叛道啊，种种背叛的这个行为，这种恶业，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啊。虎、铁乌这两个地狱相同，造夜莺的时候轻重不等，所以这两种地狱苦报也有轻重不等。火屋这个轻，铁屋报的就重。这个铁屋也是一片火海啊。最后一个火狼地狱，其实经里面说的是以种种不善的意因，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贪心，狼的贪心重啊。狼是野兽里面也属于说猛兽之一，世间人常讲狼心，狼心是狠毒，我们在人间这个心狠毒，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这个地狱。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住小地狱，无见阿鼻是根本地狱，
极重的地狱啊，无间阿鼻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一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啊，这一句话就带过了，就省略了啊，细说说不尽的。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也：仁者，此种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啊！啊，这个地狱境界从哪来的？业感应现前的啊！所以这个一切境界相，不是别人造来跟你说的啊。换一句话说，天堂也不是上帝造成了之后，让你去享福的。那地狱也不是阎罗王造的，让你去受罪的，不是的。全是业感。你造作善业，你感的是天堂啊；你造作恶业，它变现的是地狱啊。那个境界刹那刹那在转变呢，啊，这是我们常讲的，都是根据佛所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不空从哪里说呢？转变不空。啊，外面这个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个转变法呢？随心所变啊，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的，境界是所变的啊。大家行善，环境就善；大家造恶，环境就恶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环境很恶啊，天灾人祸，我们翻开这个报纸，打开电视，身心不安，忧心忡忡啊！什么原因呢？大家都造恶业，那这怎么得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全心全力做一点劝化的工作，也只是尽心而已啊，尽份而已啊。别人听不听，有没有听懂，肯不肯回头，他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心善言善行善，在共业里面有别报啊。道理不能不明了啊，不能不警觉啊。如何在现在灾变重重环境当中救自己，帮助自己家亲眷属亲戚好友啊，只要他能听能信能接受，没有一个不得救啊！啊，纵然造作地狱的罪业，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你都有救。死了堕落在地狱，那就没法子，佛菩萨帮不上忙啊。
只要你还没有堕地狱啊，你就有救。啊，怎么救法呢？诸佛如来有妙法了，叫你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是真实忏悔法了，将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放下就不再造作了。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把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恶业的种子，不给它加上正善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啊，这个不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啊。佛教给我们真的是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跟果没有办法控制，缘有办法控制。啊，譬如瓜子是瓜之因呐，但是这个瓜子它的缘呢，要土壤，要阳光，要水分，要肥料，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才能够长成瓜，才会结瓜，它要缘呐。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这个瓜子放在这个茶杯里面，放上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成瓜。为什么呢？缘断掉了。佛教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业因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缘统统断掉，啊，虽有种子不起现行，现在只加一个缘，念佛的缘。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只把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它，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全力加强所有这个缘，通通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所以念佛这个缘很快就成就了。三年五年决定成就啊！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见佛，什么都圆满了。我们自己今天要想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怎么个做法？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心满意足？办不到啊！没有智慧，没有福德啊！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福慧具足了。你有智慧，有大福德，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还有什么障碍，还有什么困难呢？啊，何况见佛之后，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啊，今天我们生死繁复，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怎么样走也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走啊，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去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啊，听说有外太空人啊，外星人来访问地球啊，那些能够到地球上来的确确实实是人道，决定不是天道。为什么呢？天道啊，不需要驾飞碟，驾这个飞行工具不需要啊，人道才需要啊。天道到哪里去不要这些工具了啊，他们还是用这个飞行的工具，科技比我们发达，所以还是人道啊，决定不是天道啊，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啊。四王天在这个宇宙之间飞行的话不需要工具啊，所以这个我这个外太空现在报道的很多，这些书籍很多啊，我们看全是人道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这个娑婆世界那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啊，不只是这个地球，许多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而人的智慧能力不相等，福报不相同啊，到哪个地球上投生啊，哪个星球上生活，各个人业报不相同，都是果报啊所以佛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啊，前面说过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啊，习造恶业，习是习气呀，不知不觉的他就造恶，所以感得了地狱的苦报。底下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全部经文记不住，这几句总要记住啊。从南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这个三句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接着又说业力甚大了，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障甚道啊，这个业力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三桩事情啊，须弥这是大山呐、啊，这个业力能够移山倒海啊，啊，山大海深，敌不过业力啊，业力能障甚道。就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啊，无论你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你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业力所佛法教化一切众生，重点呢是在心呢，心里
倡导修行要从根本修，根本是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宗门如是，教下又何况何尝不如是，也如是啊。换一句话说，修行要改变心理，改变思想，改变观念。过去我们的心理思想观念念念都是为自己啊，以自己为本位，这就是造轮回业。这轮回心呢，佛教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的时候，我们念念为众生啊，我们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好啊。佛给我们讲的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啊，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有，叫变现六道。如果只有妄想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有十法界啊，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变现了四圣法界。假如那个分别也没有了，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对十法界都没有了，现出来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在华严经上说还有四十一个等级啊，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这等级从哪来的？妄想没断，从妄想变出来的，妄想断掉之后啊，这等级没有了，那就是究竟佛果平等的啊，佛佛道同啊，真平等，没有阶级啊。这是说明一真法界、十法界、三途六道怎么来的呀？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了。你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诸位从这个地方真正其如体会了，那你是真的觉悟了，你不是假觉悟了。觉悟了就超凡入圣嘛，圣就是觉嘛，凡就是迷嘛。凡夫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嘛，那妄想不谈，分别执着，这凡夫，舍掉分别执着，就是圣人，就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差了，你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谁能转过来了？这在自己呀、你肯不肯转？你肯转过来，马上就变。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转了。李牧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他转了。转过来之后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主人呢、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呢、我们是当小伙计替他服务啊，无我啊。我们才真正得佛法的受用，
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叫佛家讲的神通道理。就在那个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通常我们讲业力，把业力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呢？如果不转，无量界中还要搞生死轮回，没完没了啊！何必惹这个麻烦呢？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这个几句啊，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呢，那是你自己搞错了。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感受果报啊，所以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时辰呢？缘不具足啊。这个时辰是从缘上讲的，缘具足，这个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诸位如果很冷静，平心静气来观察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果报真叫现世报，报得好快呀！就在眼前呢。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生命无所谓呀。不足惜，我们在这个世间都好几年了，百年岁月了，弹指之间呢。我是9岁离开老家。距离九华山很近呐、我离开那个时候，那些形象、记忆都很清楚啊，就像昨天一样啊。可是那个时候，故乡的长辈、亲戚朋友，十之七八都不在了。小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人生一场空啊，一场梦啊。这个梦啊，要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这个好啊！不要自己去享福啊！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
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勇猛精进，勤奋不懈，在造福，帮助社会，帮助大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啊，用一分钱总想着啊，想着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有这个观念呢、啊，佛在经上说，世间一些修行人为什么修行得不到结果，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那是讲微细的念头啊，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啊！从早到晚多少念头生灭，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前念灭了，后念接着立刻就生了啊！这个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因就是善果报啊，一念恶了，那就是恶报啊。不要说是言语造作了，那个果报啊更严重了，起心动念通通有果报啊。所以菩萨在此地劝导我们呢，勉励我们，警策我们呢，莫轻小我，以为无罪呀、啊。啊，到你受报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底下几句话说得很明白：父子至亲啊，歧路个别，纵然相逢啊，无肯代受。这个果报自作自受，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代替啊！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受报啊！啊，如果能带，佛菩萨都带了，没有办法带啊！这个是自己做自己受，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正如这个章太炎居士所说的啊，我听朱金洲老居士给我讲的，朱老居士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啊，他有几样著作啊，章太炎是他的岳父、啊、这个不是假话了。他在早年是学科学的，他不相信佛法，我要这样学佛，跟他讲这些故事，他听了的时候以为都是迷信啊，都是预言
师中年以后，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晚上走路啊遇到鬼，他才相信。他自己没有亲自遇见，别人讲他都不相信啊。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了，但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的。走到半个多钟点，他忽然想到，哎，这个女人半夜怎么一个人出来走？正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啊！再一看前面那个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这吓死了！这一吓的时候，前面这个人影子没有了。他是这样信佛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的，这些人不相信啊。所以以后想想早年老药丈给他讲这个事情啊，他就想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张太炎讲啊，那个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啊，他总觉得这个太不人道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很多地狱应当废除。这个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呢，也不说话，派两个小鬼带他去啊，到地狱现场你去看。小鬼带他去走了很远，到那个地方了，指给他看，他看不到，才恍然大悟。佛经上讲的没错，业力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啊。所以经上讲呢，地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他受报变现这个境界，另外是菩萨啊。菩萨有能力到地狱去度众生，他能够见得到，不是度地狱的众生，不是到地狱受罪，这两种缘地狱在面前见不到啊。所以这才晓得，不是阎罗王造地狱给这些人受罪，不是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才晓得父子至亲呢也没有办法代替。自己一定要承受啊。再看下面经文，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忍者暂听是言啊。地藏菩萨很谦虚啊，实在讲地藏菩萨太伟大了。你看法会开始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与会，比华严法会还殊胜啊。华严法会上啊，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他不是用佛身的啊，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呢来参加的。地藏法会呀，是佛是以佛身来实现的啊，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啊。地藏菩萨是佛的老师啊，诸佛的老师。你看他在此地，他这么谦虚。我见成佛威力，六说地狱罪报之事，不敢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这事我知道太清楚了，我告诉你就行了。那现在人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态度啊，确
时他知道的很清楚。啊，他这个说法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谦虚，要恭敬，要忍让啊，这是信德。念念之中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是烦恼啊，是造业。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表态，用意都非常非常之深。啊，普贤菩萨何等人物？都是如来道家慈航示现的，唯愿仁者暂听是也。你看这个话多么谦虚，多么恭敬，这是教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清净。普贤大爷无疑久知三恶大报啊，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时令归佛。这两位菩萨这一问一答，目的是叫我们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呢，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啊，皈是回头啊，真的回头了，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依靠佛的教诲去工作，这叫皈依啊。经上所说的哪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哪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断除，这才叫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似如是，这个后面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或有地狱取罪人时，是牛根之，这个就是八十地狱嘛。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是之；或有地狱，或当圣佛主罪人身。这就是俗话讲的油顶啊，下油顶。或有地狱赤少同住，使罪人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量，或有地狱纯非吉利，或有地狱多钻火枪，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石，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进家铁笼。地狱的名号前面说过了，这个地方是说受果报的这些罪人在地狱里面受果报的状况。第一句这个果报
食、卧口、妄语、绮语，造作这些罪业，毁谤三宝。破坏人家的信心啊，对佛法的信心，死了以后啊，堕这种地狱。啊，所以是八识。无根呢，羊同悟口。敬业缠身的，在这个地狱里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地狱绝不是一受罪人就死了，地狱死了就超生了，他死不了，地狱里头有夜风，风一吹呀，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受。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呐！啊，这个样子，一直要他的罪报受完，受完，时间都是以劫算的，无数劫，啊，受这个苦报。罪报不受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啊，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话，毁谤三宝，断人的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这个业才消得完呢？你说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你就能离开地狱。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地狱。啊，而这个影响力往往牵连到许多事啊。啊，这个恶言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就起作用啊。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他信心生不起来，这个影响力多大啊！如果像现在说话，说了还录音，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啊，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借缘，你这个说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袋子在，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啊，如果你写成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狱。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可怕了。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呐！啊，真是前面所说的“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呀。第二句，取罪人心，夜叉失职。这一类的夜因，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人世的时候啊，偷盗父母师长这个恶缘而遭受这个果报。啊，这个道心呢是恶心呢。诸位想想，
连父母师长东西他都要偷盗，还有什么人东西他不敢偷呢？这个心不好啊，躲在地狱里夜叉要吃他的心。那么第三，这个是有顶啊，汤或地狱或是锅啊，顶就是锅啊，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顶啊。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灶还没有发明啊，煮东西吃用什么呢？用顶。那这个锅有三只脚啊，下面烧火啊，那煮一个菜呢就是一个鼎。这个你看古书里面讲列鼎而食，那就是它的菜有很多很丰富啊啊，对，列鼎而食，有点现在像我们说像我们的大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你看自助餐现在的鼎很漂亮啊，这个不锈钢造的，它有四个脚，下面烧火啊，使这个菜的时候保温啊，不至于凉了。古时候顶是三只三个脚啊，那么以后这个灶发明之后啊，这个就去掉了啊，这个顶呢就没有脚了，变成锅了啊，锅跟顶是一个东西啊。这是这个夜莺里面讲啊，破戒杀生祭祀或者是吃肉啊，这个肉食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第四句，后有地狱赤少同住死罪人报，这个就是像这个小说里面讲的炮烙的刑法啊。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这个刑法啊，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啊，不是人为的。下面一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啊，沉积罪人啊，这是一片大火，无处逃避，要被活活烧死啊！可是风一吹，它又活了，再烧啊，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在经上讲的，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第六句，一向寒冰的寒冰地狱，也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第七句，无限分量啊，这是前面呢也跟诸位讲过了。那么在夜莺里面是前世的破债啊，这个发愿持八关斋戒的啊，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啊，忽悠地狱纯非祭礼。这个祭礼是古时候一种武器啊，
现在比较少见，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看到很小的这个箭头，所以一般叫称暗器啊，人家没有预防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发射啊，投掷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这个了，现在换成手枪了，就是这一类东西。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果报啊，就是以这些慢气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啊，杀害一切众生啊。啊，特别是打猎，这猎枪的子弹呢，跟普通子弹不一样。啊，因为你打猎，你这个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铁砂散弹，打出去之后它有一个面积。啊，在这个面积里面，这些动物的时候都跑不掉。受这一类的果报，这个火枪跟前面通枪呢是意思相同，这里面多了就是火啊，伪创胸背呀，这是《楞严经》里面有说粗暴的感应。感到这种果报啊，所以是由你去粗壮别人，特别是我们今天虐待动物啊，对动物啊用这种行为，都加上都见的，哪里晓得会得这个果报呢？第十一句，但烧手足，我们这个事情所谓是别业别报，你手造业烧手啊，脚造业了烧脚啊，贴蛇贴狗，前面说过啊，贴炉是进家贴炉啊，炉是马一类的啊，也是满身都是火。佛在经上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啊，说这个僧护比丘见到一头驴，这个驴啊满身都烧着火啊，佛告诉我僧护比丘，他不是一个驴啊，他在迦舍佛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在分饮食的时候啊，这个分饮食啊，自己总要多分一点。造这个恶业，感受这个苦报啊！那么这个经上讲，进家铁罗大概是这些罪人
骑在这个铁炉上，啊，这个铁炉炉满身都是火，啊，行佛这个罪人呢受这样的苦报，啊，地狱里面的刑罚苦报啊，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啊。请看底下经文，仁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啊，这个业道之气就是刑具，我们今天讲的刑具，啊，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刑感，里面的刑具都是铜、铁、啊、石头，全是一片火海，啊，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心很狠，啊，叫铁石心肠，啊，所以在地狱里变现这些刑具，啊，都是这些东西，心地清净柔软，这个现象决定见不到。啊，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心，所以心狠手辣，你那个威风啊，能成几天呢？你这几天威风沉了之后，后来怎么办？有没有想到？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唯识论里面讲啊，像经上讲的这些地狱。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呢？实在没有啊，都是自己现实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一定到梦醒了才知道是假的，啊，一场空。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你以为那都是真实啊。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同样道理，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个梦境？再说到说法界也是梦境啊，金刚经上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一切有为法就是包含了说法界，啊，说法界都是有为啊，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全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有为法，换一句话说，他的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啊，相有体无，似有理无，这才是事实的真相，业感变现出来的，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啊，如果要详细说，一桩一桩说出来，说
夜夜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啊，何况多狱啊？那个地狱数之不尽啊！我今成佛为神，即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菩萨这个说的是老实话了，要给你详细解释说明了，穷劫都说不尽。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够造罪业啊，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啊。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无量界造作的这些习气啊，这个小的罪业什么就是缘呐。你在阿赖耶识地狱罪业，你再给他缘，不断他的缘，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啊。所以决定不可以轻忽了小小罪业不要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小罪业是缘，阿赖耶识里头有地狱罪业的因啊，这个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啊，境界现前非常可怕，出力啊太难太难啊。所以真正明白，真正觉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也最妥善的方法啊，永远脱离三途六道。好，今天时间讲到此地。